哥们晚上好。我把音乐放小声一点啊。刚刚晴儿给我们唱的歌唱的特别好听啊。那接下来樱桃是接档的主播，我是个跳舞的主播，然后希望樱桃哥们点点樱桃的关注啊，欢迎大家来到992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接下来给大家跳第一支舞蹈。听说碧落草总说真话，诸如怪人又把事满想。好，谢谢哥哥们的爱，谢谢你们，么么哒。给大家跳一个青狐媚，有音乐的声音吗？哎呀呀呀呀，今夜月光甚好，带我出去寻觅一番。带我出去寻觅一番。哎呀呀呀呀，姑娘好生俊俏的功夫呀。远处惊呼敲入俗世，靠红尘，谁与我共逍遥？
给大家跳的是，他给大家跳的是一个扇子舞，然后就接下来再给大家跳一个丝巾舞啊，哥哥们，我把这个关一下，谢谢爱我的宝宝们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啊，扣了这么多字，然后又扣六的，感谢送礼物的哥哥们，谢谢，别感冒了，不会感冒的，爱你爱你爱你么么哒，欢迎大家来到992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然后喜欢樱桃的哥们点点樱桃的关注，然后点点我们二麦的关注，大家不要离开，就像我们的小雨点会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表演，其实我爱你，接下来给大家跳一个四金舞啊，哈哈哈哈哈。Yeah.
出去寻觅一番。最后的三分钟的时间，刚刚给大家推这个是庆福妹，对，庆福妹，欢迎大家来到992燃爆星星就在这里，大家不要走开，接下来我们的小一点会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表演。然后哥哥们就是想做场控的可以私聊一下我们的四号麦序，对，我们的皇马四号麦序，然后我们的最强这个是对庆福妹，然后我们的福利很丰厚的，哥们想做场控的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，就是这个麦序，对。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舞蹈，因为他给大家都是跳的比较温柔的，因为今天穿的裙子嘛。然后想看其他舞的哥哥们可以点点樱桃的关注，我们回家换了衣服再跳其他，哒哒哒那些啊。感谢残雪，谢谢，么么哒。谢谢亮哥，感谢大家送的礼物，谢谢银色，还有谢谢老公，还有明眸，感谢大家。最后一个舞蹈就给大家跳影子舞好吗？哥们记得点关注，拉链最方便。然后等一下回家换了衣服，给大家跳快的啊，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。Yo,